朋友，大家午安。我是今天活动主持人志彦，很开心也很荣幸，站在我们新竹街口工程师的主场，再次能看到有这么多人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呢我们台湾的篮球，尤其呢是我们新竹街口工程师。还记得去年在12月的时候，我们进行了第一场的热身赛，